这个太仿真了吧！上菜就。对，好，那来到一件哦。哇！超香的。快点！让我们试试。赶快，赶快，赶快！ 现在赶快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哦！叮咚叮咚叮！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蔬果生活志》，我是雅里。想要身体好，蔬果不能少。欢迎来到雅里爱cooking，大家一起爱上做料理。欢迎小黑食部，雅里好，大家好。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呢，是大家儿童时期的回忆，铁板面。对，铁板面是。 最廉价的哦，怎么说？因为我们是排餐，排餐，所以要一个素食的牛排，自己做素食的牛排，没错，好厉害哦。那赶快来教我们。好，那我们今天素食的这个猪排牛排都 OK 啊，反正都是用，对，就是用老姑做的。<笑>那我今天是用干燥的，干燥的话，你就是要泡水、挤水、换水，对，泡水、挤水、换水。 然后多次的换水跟挤水哦，反正挤到水的那个黄色变少一点点。对，它才会苦苦的。然后弄好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撕成一丝一丝的，就变成这样子。哦，这样撕成一丝一丝的。对对对，口感就觉得很好。好特别哦，因为很多那种就是素食的排，它会直接用猴头菇一整块，可能裹一点鸡蛋啊，然后下去就变成一个排餐。可是我们这次完全不是，好吗？对，然后我用一点这个猪肉，不管你自己选猪肉，像是未来肉啊，或者是。 那个猴头菇丝加上那个未来肉，是或是素肉这样。没错，那我先加四分之一小匙的盐巴在里面，我就有加盐巴而已。而且这个素肉它的粘着性好高哦。对，像我现在吃猴头菇，对不对？哦。我就慢慢加，慢慢加。嗯。因为你如果是加太多之后呢，粘着性不够的话，就怕它会散掉。而且我蛮喜欢那个猴头菇丝的那种。 算是有点像，很有韧脚感的那种感觉。对，因为它韧性够。那搓一搓，弄好之后你就塑形哦，随便乱压哦，随便乱压，就是说，因为它形状不会一样。哦，这样才有比较真实感。对啊，随便乱压。那颜色感觉起来就不太一样，但等一下会加上酱料就看不出来。对，等一下我们用酱汁扫一下。 那这个厚度有影响吗？要不要薄一点？要不然等下会不会煎的时候会有点里面熟不了。原则上煎的话，你就煎久就好了。神奇。好了之后，对不对？我先切一下这个它的配菜。哦，还用蒸的一整条的玉米，因为一般是用那个玉米罐头。是啊，我们录影是真的，又不是来假的。对，天然一点，好不好？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再做那个黑胡椒酱。 黑胡椒酱我知道，就是番茄酱，拿来的番茄酱，没有吗？哎呀，不用，好吗？对，但是我们为了那个酱给它有点甜味，就加了红萝卜碎，好吗？红萝卜碎。如果怎样？好，如果吃五星的人可以用洋葱。对对对对。加一点洋葱。好，这样，好，开始煮了。现在开始煮，我来猜猜看，依照我。 这个小黑师傅第十弟子这样子的程度，应该是先下一点油。不对，先煮红萝卜，因为很难煮哈。然后玉米，这个是盘式哦，先把它烫起来。好，如果你太忙的话，你没有这个时间做这个盘式，你就用一些玉米罐头，可以吗？可是玉米罐头，哦，那个就太廉价了，对。 不漂亮，你现在做的是那种西餐厅式的排餐，是我们今天是，不是夜市的那种，不是，你那个是九十九，九十九，你那你这个是什么？这是399，399，OK，好，先热过一下，399的质感就是从细节来的，对，但是其实里面的东西是一样的，不一样，好，放下去，直接煎哦，对，你直接把它煎熟哦。 我们先煎好之后，对不对？再煮酱。那煮酱我用黑胡椒粒跟这个香菇素蚝油，这是比较快一版的。对，但是会不会那个素蚝油味道很重？不会啊。一般那正常的黑胡椒酱是怎么做？正常的话，如果比较传统的话，是必须要去熬高汤，熬一些素菜高汤，然后要备一些香菇啊什么的会比较多。对，然后酱汁可能会加一些美极啦、素食的梅里嫩酱油。
可是那种你不会因为做一个黑胡椒酱去买了一二十种的调味料，嗯，这样太麻烦了。是的。直接把它煎到熟。白白一点一点，这是什么？这个是哦，未来肉里面的成分。哎，所以你旁边有这样一整块猴头菇，上面那个叶子也可以吗？这么大一块呢？这个？对啊。不会啊，因为那个会有口感啊，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会有口感。我们要三块一起来。好啊。三块，因为你要试吃嘛。哇，神奇哦。对。好，那你我可以压一下。因为毕竟它是全部都熟食，你看重煮肉就是你这么一回事。拍一下，在意它的外形。哇，这颜色好，非常特别，有点像是某一种。某一种什么？鸡肉混合上猪肉那种感觉。再压一下，压一下的话，它贴面会比较均匀。应该还没有香气，有吗？哇，这你自己想的吗？对啊，不然你要帮我想。不是，你怎么会想到这种做法呢？等一下吃应该很好吃，跟想象中不太一样啊。为什么？就太简单。不是，颜色还蛮特别的，有点诡异。对，诡异颜色上比较独特。哦，这个滚了。可是这个可能要一下下吧，因为帮我转小碗。这个厚度蛮厚的，所以要先把它煎熟，要一下，对，要一下。但煎这个排还蛮疗愈的。为什么？就有那种感觉，煎东西的 feel。我在家里我也很喜欢，煎豆腐。对。就板豆腐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然后让它每一个角度的那个焦黄色，就是那种金黄色都是一样的颜色。对。那不是一个锅子里面可能有二三十块吗？你就是要有点像是在就是扮家家这样子，像说这块照顾，就是照顾每一面，是还蛮疗愈的。就把它煎到金黄色，就火要再小一点，对，要不然不行。不用，对。我最近加，因为那个猴头菇很吸油啦。对，我加红萝卜。等一下，你要一边煎排类一边炒这样子。对。你是有这么急吗？虽然我们只有十二分钟，这样的甜味他们就会融合在一起。正常人会这样子吗？一边煎排一边在那边，这样比较会入味了。哇，这外形真的好特别哦。是。好，黑胡椒来喽。哇。好，那我给他两大匙的素蚝油。这会咸哦，所以你把它有点像做成是那种烩的感觉，对不对？对对对，就直接让它在整个锅子里面味道直接进到那个猴头菇还有未来肉本身。对，因为本身它没有味道哦，有点创新，但是少洗一个锅子。对，这叫一锅到底。哇，哇，好香哦。有那个黑胡椒的味道，好特别的做法哦。再加一点水，再加。对，我让它收拾一下。这个排的话，它有点厚度，排里面本身有味道，对不对？我加了水，然后酱汁会跟它的甜味融合在一起，对。那我们今天是快速版本，所以素蚝有加了黑胡椒，它其实上没有什么鲜味的来源，等于是说我现在用它的排来去熬高汤，就是一个快速入味的方式。对对对，因为像刚才那个猴头菇也没腌过嘛。对啊，所以我讲那么多，你听得懂？现在懂了。OK， 好。观众也要看到这里才会懂，哦，真的。所以他现在都还没有离开这个画面。哦，你看这个盘，你看，哇，超美的。我觉得先让你试试好了。你看还有切。哇，这个太仿真了吧。温度有点高。哇哦，很好吃。哇，而且我喜欢那个，就是直火的那种，有点那个炭烧味。是，好了之后呢，我们现在上菜喽。先给面，接下来我们的蔬菜来喽。哦，上菜秀。对，好，那来到一片喽。哇哇，滋滋的作响哦。黑胡椒猪排上菜，哇！
而且快喷哦，怎么？超好吃，我超香的，快一点，要放纸巾，赶快试试看，赶快，给我叉子跟刀子，赶快哦。